Hello，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用巧拼跟 Arduino 做成的巧拼投石车。好，那车架的部分呢，用的是那个一般我们在用的这个巧拼的哦。那可是因为巧拼可能它太软了，但是呢，至少它有厚度，可以做一些结构的东西啊。但是会发现说，那个电池太重了那车子呢它会软掉所以。底下可能需要用到冰棒棍，再做一个支撑的动作。好，那后面的第三颗的那个万向轮呢，我们是用这种东西的啊，这个叫我们一般金牛在用的有滚珠的一个轮子有滚珠的一种瓶子那接触在地面的时候，因为接触面积小又会滚动，所以呢可以减少摩擦力。好，那这上面呢有一颗伺服马达那是跟这个用这个冰棒棍来做的的一个杆子当投石车。好，那这样子呢，整个车体呢只要10块钱的一个那个巧拼还有一个6块钱的瓶子那这个冰棒棍呢大概1块钱就可以做到了好，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巧拼投石车。好，我们用蓝牙的一个控制好了，来准备发射。好，我们的投石车呢，成功。